节日冇得唞，黄志文呼吁男友要识做。黄志文、黄智贤等人日前就出席新剧《集警奇兵》嘅拜神仪式。黄智贤为咗要配合剧情而要穿上六寸高踭鞋啊，而首次穿高踭鞋嘅佢就笑言，可以感受下女人之苦哦。咁頭先就試過啦，原來好痛苦嘅喎。你體驗到女人嘅痛苦咧？好痛苦，啲腳趾又咪住，個小腿又好似想抽筋咁，所以頭先我即刻除咗佢，我諗我著咗15分鐘到啦。啊，幾多寸啊？嗰對鞋六寸啊。六寸。六寸啊！佢真係多啲都唔做俾我，即係我講個鞋籠做鬆少少，我覺得幾痛啊啲腳趾。此外，黄智文就表示今年生日都要在拍摄中度过，而且有很多个佳节都未能陪男友啊。咁男友有冇投诉先？我都好似好耐冇见佢，点解啊？唔系因为真系日日要开工啊，系啦，冇笑。唔系即系因为日日要开工，即系基本上每日都系开厂之后，即系佢就去外地公干，所以就即系整个生日啊、新年啊、圣诞都是要在個廠度度，咁啊，即係連讀兩個鐘都唔得咯。叫佢送聖誕禮物嚟氹翻你咯。寄過嚟得唔得？呢啲要自動播噶嘛？呼籲我幫你講啦，呼籲下，唔使啊，唔使呼籲啊，喂，唔好送嘢嚟，真係唔好送嚇，寫我名得噶啦，送俾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蘇怡譚海琪，喺度咧祝東周網同東周刊嘅讀者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。Hello， 你哋好啊！我是林玉慧 Jenny Slam， 祝東周刊和東周網的讀者聖誕快樂 ，Merry Christmas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莊思明，在度祝東周網和東周刊的讀者聖誕快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張燕博，祝東周網的網友 Merry Christmas！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，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，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。